好，继续开会。我们现在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现在请简委员东明发言。主席，与会人员，有请次长。请次长，还有局长。局长，简委员好。次长你好。今天我们针对这个台铁员工这过劳的问题，我想从早上到现在，大概我们已经研究很多，实际上抗争这个。行程是最近的事，从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台铁的员工都是默默的在做，都非常的辛劳。但是我想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多，他们的服务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他们出来抗争或是诉求，这都是情非得已。所以我想他们也提出了几个诉求，从早上到现在，我想我们次长跟局长也接受了很多委员的这个指教。那我看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力的补足的问题了。是你人力的这个没有补足或是没有达到一定的目标哈，这个要减轻这个劳工跟员工的这个过劳的问题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想我看你们最近也为了因应这样的问题也做了一些配套特别是在减班的问题大改点的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大改点把这个减班了之后虽然当然可以减轻这些员工这个勤务，但是也会影响到这个搭乘这个火车的这些游客
或者乘客受影响的人大概也有三成啊。你们这样大概点说，我看了这个你们前天宣布哈，大概班次要删减86班嘛，对，86班嘛哈。那昨天也宣布10月20号开始也要截短46班，停止40班，而且还不排除会继续减班，还不排除嘛？现在目前是这样。对啊，可能还有继续这个减班。这样的情况之下哈，我想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哈，这是必要的一个措施。相对的，我们要想到乘客的权利的问题。所以在人力补足的这个方面，我又看一看你们今年。本来你们是目前是不足1000多个嘛哈，大概是1315人，今年合增379，今年你们是合增379名嘛，对，所以将来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差额，而且很多的员工，据我们所知，相当不稳定。到了之后没有多久就离开，所以对人力的稳定的问题跟补助的问题这种是不是能够再详细说明？是你们未来的做法？是，谢谢委员的指正啊。那个，因为现在刚才点出个重要问题啊，不管说最近的减班，或是说我们台铁员工，包括这个。我们的企业工会跟产业工会也大概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个人力这个课题，这是最严重了哈。那刚才谈到就是原来我们5年欠了1318人，那今年已经有379个人已经核定，那个是针对一些这个新的工作的增加的部分。那另外就是铁路特考哈，刚才看到这个有1315的这个缺，那今年也有大概有一些在报道哈。那的确是我们只要有缺口就会用铁路特考方式哈，然后有新的工作会增加我们的预算研究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的确刚才简委提出很重要的问题，它是比较动态的。比如说离职的这个离职率，报道跟离职率加起来大概30%，所以这个课题也是让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在人力上，我们现在愿意积极来面对这个课题，但是如果在内部的工作环境没有太大改善，这个报道跟离职率30%一直消失，那这个永远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刚才前委所提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管是交通部或是院里面，都会全力来支持台铁做这样的一个改革。那的确，刚才谈到减班改点是一个短期措施，因为现在人力不足。那我们事实上也有提出一些原则了哈，比如说是晚上的班次、候务的班次，还有今天也谈到音量比较少，像对，但那个你们这个减班的问题啊，当然是你们考量很多了哈。但是实际上固定在这段时段当中在做这个班次的也有呢。大有人在，对所以直接就影响到他们的权利，所以根本的解决方式还是人力，还是在人力啊。那么人力所牵涉的问题，是不是牵涉到你们财务的状况？也现在也当然在过去会考虑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面对它了哈。现在人力反而是我们在增补的过程中，这个我们现在是积极的，比如说铁路特考，我们也提到。我们愿意这个争取说每年的一次特考变成2次特考，增加更多的人嘛哈。但是就是说报到率跟离职率太，报到率太，有些没有来报到跟离职率太高，这个30%的这个恶性循环哈。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对于人力是积极来面对，也主要是要积极的面对了那个次长哈。是，我想这个不是短期的事情了。对，所以是对。长期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当然，过去应该是这个财务考量是最重的啦。对，因为过去我们真的到目前为止，你们刚才还在报告说，台铁的这个营运的状况还是亏损的嘛，是不是还是亏损的嘛？每一年都在亏损嘛。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划说，这个台铁的营运叫什么时候转亏为盈？有没有？
今天早上大概有个报告说上半年有一点点，大概2.9亿的盈余啊，那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是土地的这个出售收入，所以跟我们营运是没有关系啊，哈。啊，没有关系的话，我这个自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希望，因为产业工会的诉求的这个几点，我们看了，第一个还最重要还是补足这个人力啊。对对对。啊，其次就是2011啊，就是二轮哈一类价嘛，啊，二轮一类价嘛。第三个就是回归劳基法嘛，嗯，他们的诉求啊。啊，第四个就是发放加班费嘛，哈，嗯，啊，刚才我又听到说那个自由选择，啊，工劳保，你们针对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全面几项哈，就是现在最大问题是在三班制的日夜休了哈，嗯，那这部分现在有一个专案小组现在在讨论，因为他有的人认为这样一个方式大家都没有休息。完整的0到24小时的休息，但是我知道说有些员工也觉得还很习惯，多年来还蛮习惯的，所以他内部所有台铁员工也必须要做一个讨论。那刚才所提的，包括是津贴和环境这部分，目前我们都朝这个改善。然后最重要是说，只要是合理的话，哈，合理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这个诉求合理，那我们这边在交通部也会支持这方面，哈。那选这个是工劳保这部分是不是我们的工劳保这个部分？刚才有工会提到这个代表公务人员保险法的规定啊，他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看你们能不能自由选择工劳保。目前是不能选择，目前是不行的哈。他们有这样的诉求，你们也要有一个那很好的一个回复啊。对。那是为什么不行？你们要做一个说明啊。我们会要的跟工会来说对不对？好啊，因为时间关系哈，针对这个，我想，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哦，他们有他们的诉求，你们就针对这个诉求来去处理。好，啊，能够做到的尽快做到，尤其是人力补足的问题哈。我在这里再顺便跟次长跟我们局长提到哈，屏东火车站最近已经新盖了哈。嗯。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站，因为我经常坐，我要来立法院，我都是坐火车到新左营，新左营再坐高铁到台北，不晓得没有人反映哈，这个新的车站，有没有反映到铁路局说有什么缺失要改善，有没有？对，我请局长来谈一下。这跟委员报告，委员关心的屏东站确实。那有很多民众反映，因为他这个是铁公鸡施工本来就有两期的工程呢，目前是第一期完成，对，那后续还有个第二期工程，包括他月台有漏雨啦，什么那个照明啦，哎，对，对对对，有人已经反映了嘛，哈，因为我一直都碰到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对，这个在铁公局的第二期工程，这么漂亮的一个月台，啊，这么漂亮的月台，我到月台上那边等火车，屏东车站，二期工程还没有，下雨了，就要几乎都。没有，月台上不能站了，都能躲到下面了。啊，有雨伞，然后这边撑伞，一直在那边等火车来啊。他那个在铁公躲到下面去，火车一来，人家用冲跑上去。那个照明，我说新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对对对对。啊，这一点要特别做一个改善。是。因为还有第二期工程嘛，好，现在正在做嘛。对对。另外一个月台上面有一个那个是什么？那个一个柱子在那个月台楼梯口。那个是那个是服务的那个吧，隔那个有一个服务人员在里面就在月台上面那一个。他那个月楼梯口一上来那个地方有一根柱子挡。对啊，那个影响到那个走道啊。你要经过那个柱子，就几乎就已经到危险地区了啦。跟火车几乎没有什么间隔了啦。他那个二级工程，屏东上火车的人那么多，非常拥挤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就是设计方面有很多的那个需要改善。既然新的，我想我还以为不会有人反映，现在局长都已经知道了我想说利用今天的质询把这个做一个转达。目前那一个月台真的不能用了，很漂亮了，两边都有遮，但是中间是中空的，雨一进来就直接淋到两边的这个月台啊。
普通的雨就这样咯，大风大雨那更严重了。这一点希望我们铁路局这个地方能够尽快这个改善。好，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铁工局在施工哈，那二级工程我是不是请他针对刚才谈到现在最发生最多问题的地方赶快来先来处理。我等一下就是赶快跟他们讨论一下。好，谢谢。好，谢谢。现在请陈委员数月发言。主席午安，请主席邀请次长跟路代理局长。请次长及局长。陈委员好。次长午安，还有路代理局长午安哈。这次中秋的四天连假哈，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疏运的方面可以说非常的顺利了哈，所以本席在这里也先感谢一下辛苦的台铁的员工哈，跟他们表示敬意，然后他们的辛苦。那我们知道目前就是台铁的运务人员的人力调度，就是在三天里面用就是各八个小时的正常工时调到两个各十二小时的时段嘛哈。然后每个工作时段中间再休息24个小时嘛，那总工作的时数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三天一个循环，这样子下去上班嘛哈。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铁的这个运量哈，运量的部分，那个世强，我的没有。助理没有弄哈，我们这里有看到，就是说台铁的运量在近十年来哈，大概有增加了数百万人嘛哈。那在运务人员方面，就是从5282人逐年减少到4619人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台铁每个月，就是说所有车站的整体单月进站人数，好是逐年在增加，好就是超过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就是每日的一个平均运量是高达62万人次嘛，好，就是我们有可以看到的一个资料。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数据来看，就是说以服务的一个员工数跟旅运的人次，这样子是不符比例的嘛，哈。所以也造成就是说这个台铁员工他们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所以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也是长期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在连假之前，台铁产业工会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诉求，就是说希望每两个循环中间加上一天的例假，希望能够符合劳基法第36条7休1的一个规定嘛哈。那未来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落实？现在我们他们就是两轮一例啦，就是希望日夜休，日夜休，然后日夜休，日夜休，然后两轮以后有一个例假。那这部分我们现在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专案会议里面在讨论，因为它也牵涉到那个工时。我想这部分这个往这方面来改善，但是是不是完全依照这样，就是不是说交给这个专业小组？这里面包括除了我们台铁员工以外，就是工会的人也会参与，就由他们来讨论，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这个这样的，包括要不要这样做，或是说它实施的时间呢？哈，因为如果马上这样做的话，包括人力的课题嘛，哈。对。那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一个权益的方式？啊，比如说有他们谈到像有些地方补 A B 班的方式来补日夜那部分，这部分我想把它纳到他们这个小组来讨论，这样。对，因为我想这个人力不足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啦，是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嘛，哈。那刚刚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检讨起来，整个台铁人力不足的关键就是这个福利的问题，还有加班费的问题，还有轮班制度的结构的一个问题嘛，哈。所以本席在这里就是说建议我们交通部跟台铁局应该去做一下检讨，哈，就是说在这个福利的部分，应该我们应该就是要考量，好，要给予就是符合他们实际付出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待遇跟福利，好，这样子才能够留住人嘛，好，因为我想你们也很清楚，这就是因为福利差留不住人，流动率高，所以为什么这个人力一直好就是会欠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问题一个因素嘛，是是，所以在这部分本席是建议你们真的是要彻底的落实去检讨，然后去改正哈。那另外我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看到台铁局的网站上面哈，在前局长他自己也有签名承诺说会恪遵法规嘛哈，可是我们看到在2013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铁局就违反了这个18次的，好这个法令嘛，劳基法的这个部分嘛哈，所以我在这里请教一下我们的新的局长了哈，那个陆代理局长，你可以承诺就是说能够就是不再违反这个相关的法规。好，保障劳工的福利。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依法执行政是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依照法令的。那您刚刚提到说，最近被劳检所他有查到一些违反的，主要都是因为他认为两个工作班中间的休息时间呢、是不符法令规定的。对，虽然我们有经过劳资协商，但是他认为你劳资协商还是不能抵触法令，所以他还是判定要罚款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做改善了。好，就是说希望本席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公务单位，我们应该身为表率了哈，就是说在相关的法令部分，我们应该要严加的遵守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台铁的行车安全的一个部分，这个其实在前几次的委员会里面，我们也都一直在提到。那我们也看到台铁今年要推动行车安全的6年计划嘛哈，就是有预计要花费30亿元来改善。这个平交道的这个设施哈，还有这个要在整个铁道旁设施这个围篱的一个部分了哈。那这部分之前本席也有针对说施作围篱哈，我们预计1000个工作天才要完成这个部分，当初本席有提出过质疑了哈。那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围篱的部分应该不是很困难的工程，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缩短那个工时，好，因为我们看到在本月3日又发生这个自强号撞死女童的一个意外嘛，好，因为她要穿越这个铁道，这个意外你们知道吧？知道。好，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相关的设施哈能够尽早完成，好，然后我们避免这个相关的意外的一个发生呐哈。是。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整个铁路安全的维护，除了设施之外，人为的操作也是相当的重要，也是相对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在这两天的报纸媒体也有报道，就是说在7月11号的时候有发生就是这个自强号的列车差点跟区间车对撞的一个意外嘛。好，那这个跟他了解起来，就是说列车的自动防护系统它故障了，然后这个驾驶哈，这个列车的驾驶他又没有遵照号志来行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疏失了哈。那在这个列车系统防护系统的故障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铁路局方面，这个应该是不容许它发生的啦，好，因为这个真的是关系到旅客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安全，好，所以这个部分。本席希望说我们台铁局这边应该要加强了哈，因为你们也有投入这个相当的一个经费去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嘛，是，是不是？好，那在这里我要再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人为的部分，还有就是去年发生在彰化县二水的那个平交道的事故，好，那个我们送那个行车事故鉴定复议会的那个鉴定结果出来了嘛哈，我不晓得代理局长有没有看过这份报告。二水平交道一个大货车，那個、去年后来引起火烧车那个。对对对，这个报告目前的报告的结论是，那一位货车驾驶他是遵照号志行驶的，他是在这个栅栏放下来，在铃声响起之前，他就已经进入到平交道了。好，所以他并没有闯越平交道。的那个过失了哈，当然你们身为公务单位，你们还是就是循法律途径去走完这个程序了哈。不过本席要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个，好，为什么要再提到这一件哈？就是说，其实本席在提起，就是说这一件会发生，哈，是
就我的了解，是这个就是列车在经过平交道哈，就是南下北上那个列车，它栅栏的间隔的秒数太短了。其实这个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啦，私下也有跟你们提过，可是我觉得你们好像都不当一回事，你们一直都认为说那样子的秒数是足够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在实际上的哈，就是民众在等待平交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好，所以我也要求你们说要去检讨，如果列车的那个间距太短的话，你们的平交道那个栅栏你们就是不要升起，好，就是等待那个列车都通过再升起。好，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检讨？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平交道栅栏放，它是依照它是用自动的，列车它在轨道上它是有设定启动点的，所以它是自动的。那确实当上下行列车的密度比较高的时候，也许某一个方向过了之后，后面跟着又另一个方向来以后，你可以让民众有一升起又要降下，哦，这个东西确实。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在这边呼吁哈，台湾的驾驶人其实应该要尽量的保持一个平交道净空，按照道路管理规则，它也应该要保持净空的了，哦。对，可是有时候很多状况就不是说个人能够控制的嘛，因为刚刚那个我举例的那个意外。那个货车司机他当那个铃声响起的时候，他也想赶快通过，可是他前面就是有车子塞住了。就是他我们提到，就是应该在道路管理规则也是因为要求你在平交道上应该要保持净空的。对啊，可是他遵照号志，我要强调就是说，他是在栅栏刚升起没多久，他就是跟着前面车子要通过，他不知道说是那么短的时间，栅栏马上又要放下来啊。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一定是会在等待的嘛。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们要去检讨一下所有的平交道，如果有列车密度太真的是密度太高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去调整一下那个栅栏放那个升控的升降的一个时间嘛，是不是？好，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其实自己我本席在地方跑，我也曾经在那个文心高中附近那个平交道遇过那相就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啊。好，这个我们回去会检讨，做一个检讨，好不好？好，那另外我们还是呼吁驾驶人呢，尽量要保持平交道的净空。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啦，嘿，大家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啦，哈。然后再来就是说，最后我想替彰化站那个请命一下了，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资料，就我所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观光政策就是说。针对这个南向政策啊，哈，就是希望吸引一些就是其他岛国的这个旅客、观光旅客嘛，哈。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火车站，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移工，哈，会利用火车作为南来北往的交通工具嘛，哈。可是，在火车站这个铁道设施，哈，就是说，相对于这一些族群，哈，我们就是说。这个东南亚语言的一个辅助哈，比较欠缺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彰化站他们在假日的时候就会有安排东南亚的这个志工哈，在做定点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应该给予鼓励跟嘉奖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彰化站的这个站房设施非常的老旧了哈，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哈，不好意思。那我们看到交通部，我们台铁局在去年，应该是去年104年6月26号，我们的这个局务会议里面，有针对彰化站的站房过于老旧哈，当时的局长就有才是说，希望估算这个站房更新的经费。好，并编列，然后来做站房的一个更新整修了哈。那我不晓得这个案子目前有没有在执行。跟委员报告，确实我们也针对这个彰化的门面比较老旧，有一个拉皮计划了，有这个案子有照当初那个在进行当中。是，那我是在这里希望就是说能够因为就我所知，你们这个经费应该是还没编吧？编了。有编吗？目前是还没有了。对啊，那你还没编，你刚才跟我说有有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年度预算没有，我们会利用今年在执行的一些结余款呢、啊，有这个部分来。好，那我是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了哈，因为彰化站也算是那个山海线交汇的一个大站，是旅客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整修让它景观更好哈，然后。就是可以服务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然后也能够让这个观光客能够
到这里的时候，那种感觉会更舒服一点嘛，哈。好，谢谢以上。谢谢。现在请黄委员招顺，黄委员招顺，黄委员招顺不在。现在请邱委员志伟发言。来，谢主席，有请王次长。请次长。哎，邱委员，你知道我要请教什么吗？哈。啊，前天在这个总咨询呢，你也知道哈，你只要你外交部来一次，我一定问一次哈。早上我在经济委员会问过陈主委，啊，对于这个高雄捷运路延伸线第二阶段的进度，啊，我也做一个这个临时提案做决议，要最短的时间之内跟交通部讨论，那请市政府做相关的补充之后，立即针对这个部分呢、啊。是来做决定，好，不能一拖拖了14年呢、啊。100年前夏目漱石就在坐电车，100年之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骑摩托车，还骑脚踏车。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作为这个高雄市出身的这个政务官啊，你有这个责任，有更强的责任，要促成这个高雄捷运第二高雄捷运路轴延伸线第二阶段快速的核定了、啊、哈。那台铁局长。你有台铁局长吗？对，是要我回答，请局长。一直强调就是说，国发会一直强调说，只要交通部送到国发会，国发会是立即审查就核定。对，他把问题推到这个交通部。对，交通部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跟台铁这个路线跟台铁会形成竞争关系，会使台铁的这个客源流散。拜托，那几个站。鹿竹站、大湖站、冈山站，每天客流量是多少？没有超过500位，这会影响台铁什么营运呢、啊？把这个当作理由来不核定，或者再请市政府再去做运量的规划，说会冲击台铁的这个运量，有这回事吗？关邱委员报告哈，那个我昨天回去也大概等下查一下，那市政府送进来，那我们基本上我已经请那个我们铁工局，高铁局。赶快来审一审，然后赶快出交通部。那最主要原因是说，这个计划已经拖非常多年了。那他事实上是出交通部到国发会再回来检讨的这个部分。那我们高雄市政府也事实上也把几个站它的这些必要性呢、啊，哈，就是也做一些补充。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用最快的方式哈。给我一个时间点，你什么时候送到国发会？那个什么时候送国发会？现在在哪里？国发会承诺，只要你一送进去，他就马上审，马上就核定。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大概分两个阶段、啊有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其实那个可行性已经过了，现在在做。你不要跟我讲那些，我当然比你更懂啊。我现在问你说第二阶段，我开宗明就跟你说第二阶段嘛，就是 RK1 到 RK8 嘛。那这个部分目前已经在交给高铁局在提初审意见，那初审意见回到还在初审意见。对。那你什么时候要送到国发会？等好，这样好不好？那个，如果我们高铁局审查没有问题哈，我是向他3个礼拜出交通部，这样好不好？3个礼拜，我觉得啊，这个市长你要有以政务官的这个 guts 啊，你要有政务官，你把这个当作这个你的使命感、啊。没有，我想说，因为你当过高雄市的交通局局长，对这个案子你非常了解，它的必要性、它的需求强度，它对北高雄这个发展的关键性。是，人民殷殷期盼，你应该你不要说这在高雄市政府当局长的时候那么努力推动，来这边你就踩刹车。哦，没有，这个我就是取以为不可。邱委员，我想说，最终还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回到他们的审查机制嘛。那现在里面有大家质疑问题，就拿出来讨论。那刚才您谈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在一个捷运的这种比如说从这个就是一个列车站一路到底，这个当然跟你在某个地方转铁路是不一样的一样。然后整个在高雄的这个、尤其县市合并的北，就是北高雄的部分呐、啊、哈，就是鹿竹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它本身会把整个高雄市的这个建设可以连起来。这个你都知道嘛，好，我也不用再讲了。就你现在全球布局要走南向，走向东南亚，你这国家的资源交通建设也要南向啊。对对对，对不对？国家资源也要南向嘛。现在这样啊，就是说，
最重要一点是说，他事实上除了我们以外，要说服到这个国发会，还有我们自己。国发会就推给你说，你幕僚作业没有做好，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审。他说你只要送上去，这部分是你可以控制的，赶快把这个流程把它缩短，最快的速度把它整理好之后，赶快送国发会。国发会那边，我再来跟国发会来讨论。好，我刚就刚才谈。不，给我一个时间嘛，你什么时候可以送到这个国发会？我刚才谈了，3个礼拜内。上个礼拜这里送国发会内，3个礼拜内，好不好？好，非常好的答案哈。那我会一直跟这个议题哈。好，我这样有。你一定不能食言哦，3个礼拜你一定要送哦。是啊，我已经跟他们谈，他们基本上就应该是差不多要送了。哎，好，谢谢。现在请赖委员瑞龙发言。好，谢主席哈，那请次长，请次长。哎，大伟好，好，次长好，我想，我先放个影片了哈，然后我一边说明哦，这个是在前镇的渔港路那边了哈，就是连外到高雄的一个高速公路的连外道路了哈，那在去年底完工之后通车之后，那周边的住户大概有差不多7、8户了哈，整个每次只要重车经过，它震动的非常厉害哈，那。我们看一下，整个来播放，来播放。好啊，这个是居民他在家里的画面了哈，他等于是大概每隔一两分钟，只要重车经过那个高架道路的话，那整个家里就开始会晃动了哈。啊，这个我经过很多次哈，你看这个都在晃了哈，重车经过。那这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到现在去年底通车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哈，一直没办法好的解决。那上次有找国公局也开过会，也加电了，但效果还是很有限的哈。那后来我这件事情，当然后来市议方委员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帮忙去了解。那他的专业，他认为说如果加一些那个阻断他那个波动的话，有可能可以改善了。那我是希望不知道次长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另外一方面是能不能要求国公局务必要有一个好的处理、啊、我想任何一个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个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大的压迫了、啊。那甚至已经有人因为这样而吃一些药物哈、啊，来让他能够比较情绪比较稳定。那个真的是很痛苦。你在那边，因为我也曾经到这个现场去哈、啊，那现场几乎每大概一两分钟就震动啊。如果你躺在床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几乎是一段时间就动一下动一下。好，这个可以请次长跟。来重视这个问题，来帮忙解决好吗？那没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交通建设已经影响到居住的安宁了，好，我想这部分应该我们赶快来改善。好，这个一定要改善了、啊。那如果不能改善，也要协助来居民来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居住环境的问题。但这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我希望初期能够解决方式是阻断掉这一个震动的部分，好不好？嗯，原来第一阶段处理的方式是并不成功的哈。那希望能够尽快启动第二个处理方式有效。我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够说明在现场的。有答案吗？来。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案子应该是部里面国公局代办那个高港局连外的道路。那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大概国公局目前短期内他会先去研议一个可能是限制重车在特定时段不能进去使用这个道路，先来降低这个居民的一个受震的一个状况。那长期的部分，他国防局现在也在研议一个等一个全面去解决的一个方式。那案子还没有报到部里面呢、啊。好，这个请次长帮忙追踪一下了，好不好？这个真的是攸关哦。我想，如果任何一个住在这样的环境下住半年，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短期方案当然是先舒缓他们的痛苦了，但长期还是要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了，把整个问题做个解决，好吗？是。好，请次长跟部长再能够关心了哈。好，那再来是台铁机场的部分哈，在前镇的部分有一个机场了哈，这个高雄的机场哈，那其实它在港刷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很重要。那原定有迁移哈，在108年的时候要迁移了哈，但是好像因为受到了那个潮州那边的这个时程有拖延到了哈，那现在好像是要到110年才能够完成哈。市长不知道这个进度的部分能不能再掌握加快一点时间？是不是局长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跟委员报告，就像委员讲，因为他现在牵涉到用地的有点关系，所以有 delay 的一些，我们现在也在加速。那现在的时间点大概会到什么时候？可不可以给一个具体一点的时间？现在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要配合高雄地下化的那个汽车，因为高雄一旦地下化完工之后，它那个路线就切断了，所以它非移不可了。对，
这个能不能麻烦次长回去也帮忙追踪一下，好不好？这个地方的这个迁移完成之后，对地方的发展影响很大，因为港双那个地方其实它的西侧的部分是经过 C 四也是气爆的一个地点了哈，刚好气爆的地点。那左西侧的部分其实有轻轨，但是它有一些部分是被机场给影响到哈，轻轨的机场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将来如果能够顺利的整个更新之后，其实它会在交通上面会打通了哈，让整个前镇的港双这个地方往北的部分是有一些通道哦，对居民的交通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更何况它会有产生一个绿地，甚至产生商业哈产业的一个新的空间出来，这个对地方上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了。这个我希望那个骑乘上能够加速了哈。那再来是这个场地的部分，未来它迁移之后，它有做了一些规划了哈。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哈，有什么引进的文创商品啊，包括这个融合在地特色的艺文的哈，或者甚至于什么设计旅馆，我希望次长也花一点时间去协助了解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恐怕未来要找到更专业的人进来做规划哈，产业引进一些，那才能够对当地是真的有帮助。以现在这样的台铁的规划的这个报告哈，我一看到是非常的 low 的啦哈，基本上你几乎是把一些娃娃放在那边，这样就是说文创商品区哈，这看来一定是产业状况一定是非常不好的了哈，甚至人家未来都是一件问题。包括下面是不是要走向旅馆哈？高雄的旅馆发展方向已经非常的多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走向旅馆？我认为都要深切的考虑。那我希望这一块市长能够关心了，包括部长能不能关心，然后思考一下，找到比较更专业的团队来做研议了哈，很好的一块空地了哈，未来迁移之后，而且这也很有历史的地方，里面非常多的老树哈，也非常多历史意义的。我们希望这个是未来成为前镇港双一个非常好有潜力哈，可以的，不管是在产业面或者是在整个观光休闲面都很好的一个地点。我想这个希望次长跟来大力来支持。对，我想这一部分我们比如说跟高雄市文化局或金花局也可以做一些讨论。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是更妥善的，有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基地哈，我想我们把它做得更永续了。好，因为时间到了，那个高雄的中山路跟中山路口现在大鲁阁起来了，其实那边的交通问题是非常越来越严重。我想次长也了解了，那边你过去你也熟悉的，那道路的负荷量是很重的。那我希望这一块这部里面也能够有一些规划的思考，因为它刚好也在高速公路的末端那边，然后包括三国通道下那边。那未来这个路口的部分，我希望能够未来部里面能够有一些协助，包括88甚至也有希望能够有南向的一个南向接上一号国道的这个思考，也希望未来的部分，部里面能够有一些协助的规划，让舒缓这个周边的一些交通上的一些问题。好，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先跟高雄市公务局、交通局稍微讨论一下？好，再了解，因为他刚好在国道的整个末端的部分，也有省道的部分。好，好，好，谢谢。现在请中委员嘉宾发言。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工作伙伴，大家午安，辛苦了。那么有请我们次长以及呢陆局长，请次长及陆局长。庄委员次长，你知道我一向关心台铁啦哈。那么台铁的员工，今天我们在讨论人力合理分配嘛，你们的员工缺额，然后呢？流动率高达30%，那么考试的呢有30%呢都重榜，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对这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你认为台铁目前为什么员工要流动率那么高要离职？我想还是一个工作环境吧，就是说让员工能够看到未来啊，我觉得是最重要。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是觉得是一个现在找出这一个好像是危机，自然也是个转机啊。那我这边看到的啦哈，当然我也有请教过我们贵工会啦。那么台铁工会这边提供资料呢，以司机员为例啦哈，台铁员工目前的员工的工时啊，开车的时间是157小时哈，但是呢，在外面待命的时间高达265小时，也就是说绿色部分它实际它花的时间，157呢是你们计算它工作的时间。我这边呢合法加班的呢160+46啊，这是劳基法规定的上限。好，那后面的条文你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Okay.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我想次长也不陌生了哈。华航那次的事件，我们
空服务员他们关切的是什么？报到的时间算不算嘛？要在哪里报到嘛？他们一报到就开始起算工时嘛。那请问一下，司机员他们反映工会的这个问题，在外待命备勤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未来算入工时？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现在他所谓在外待命的时候，目前是没有算的。但是他在报到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会比开车时间会提早有一个所谓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些 是那个时间呢？那个是有算的，有算工时，有算的。对。那如果那个算进去，会不会超过法定工时？不会。确定吗？对。我以为你差点上当了。所有在外面，如果在外面全部的那个待命时间要算，那个是有一些有待商榷。好，所以你很聪明啊。如果你把他们外面待命时间你也算进去说，说让他们觉得划算，那就违反劳基法。但是会产生这个情况，主要还是什么？人不够。人不够呢，就工作越重，工作越重呢，就离职越高，对不对？好，那我来看一下哈，台铁目前你们怎么样增补你们人员哈？来，次长你看一下哈，目前哈，你知不知道台铁的人员有这两种方式？一个是铁路特考嘛，这就你们说重绑，大概离流动率有三成的嘛。那么请问一下哈，那局长，独立招考进来的月聘雇人员，流动率怎么样？有没有比那个国家考试的来得好一点？你们自己独立招考的比较没有像，因为他们这些来有没有统计？我们最好统计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的立论就建立在说，如果你们自己招考的月聘雇人员比较没有流动性的问题的话，因为他不是国考嘛，国考他考上别的他就不来了，他考上你们台铁他可以继续考啊，所以国考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很会考试，所以有机会考到别的地方就去了，但是呢？单独招考的呢，他就是只要考你台铁，任你一辈子，他就不会太流动了。你们统计数字给我好不好？好，来，请看下一个。来，但是呢，问题是你们的营运人员作业要点呢、啊、有规定哦。从约聘雇人员单独招考进来的，他可以转营运人员，营运人员是要国家考试的，不能够超过预算员额的20%。你们预算员额大概14000多人嘛，对不对？20%就是2800-2900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你们有这个天花板。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哈，来下一个。那你们现在呢？你们用约聘雇转任一般服务人员，啊，包括你们用自卫制呢，可以转任到行车人员，包含驾驶，这个大概多久？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有一点误解了。有误解啊？对，我是从法条上来认知的。不是让你们怎么做？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现在所谓的营运人员哈，就是针对现在所有的无自卫人员，我们无自卫人员，不含自卫人员。对，所谓营运人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无自卫人员很多种了，他有什么基层服务员、有契约工等等，对，为了工种统一，对，把它统称叫营运人员，这是新修，这些都是属于无自卫人员。那约聘雇人员可以转到对，可以转到营运人员去。那他要证让行政人员要多久？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他这个是证照的，他这些都需要经过一些训练，取得交通部发给的证照以后。好，那我看一下，我从你们的法规当中我的理解了哈，再下一张。因为你们驾驶人员要2年的训练，是不是这样？他学科跟术科的部分。那是不是约聘雇人员经过2年的训练之后，他可以转任到那个行车人员、那个司机员？我们原则上是没有针对营运人员来担任驾这当司机员这一块。那你们司机员的来源就怎么样？就是国考的。对。那约聘雇人员有没有办法来担任司机员？这个我们要去做一个检讨。不是做一样有没有嘛？目前现在是没有，目前是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们的司机员都是透过国考进来的。对。所以国考只要不稳定。好，只要没有1年办2次，你们就增补不及，所以司机员就缺额，对不对？我们现在内部就是先，因为他不是直接考进来就当司机。但你看这里写的哦，你们的第7条写啊，营运人员除成为本局建教合作之建教生外，不得担任驾驶人员。我反面推啊，建教生可以担任驾驶员，是不是？建教生是我们今年开始的，为了要培养将来的中。今年开始。对。跟哪些学校合作？目前跟成大还有逢甲。好，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司机员可不可以有哪些人来担任？你们规定可以自己改嘛，对不对？是。你们今年开始增加了这个嘛，开始透过建教生嘛，那这个有没有上位的规定限制？建教生在没有，就刚委员讲的哈，如果要取得资位，一定要经过国家考试。好，我现在直接讲了哈，当然他要取得国家考试，不然他是你们的单独招考的月聘雇人员嘛，对不对？月聘雇人员要成为这个营运人员，还是要经过考试嘛？那驾驶员是有证照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其实目前台铁感觉上了，你们有在做改进了啦，但是卡修哈班呐，你们到今年才开始思考到说，是不是要寻求学校合作？你说包括成大是不是？对。有没有考虑到其他学校？有。
成大逢甲目前是一定要大学生吗？现在我们跟你们国考的资格是大学还是高中毕业？要看资位，资位。那如果要当驾驶员的呢？驾驶员只要他是左级以上就可以。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左级以上的是不是只要高工就可以了？啊，高工就可以了。对对 对, 對。所以我就是要告诉你们哈，你们又想做，要想对方向，你们找成功大学这种学校来合作，他是不是可以去考国考？他本来就是属于很会念书、很会考试的，他就是属于流动率高的。那么你们的司机员本来就是可以从高中毕业、高工毕业来考，那你们为什么不找高工来合作呢？有，我们现在又跟像桃园的那个清华高工、花莲高工。好，那因为我会问的问题跟次长说明一下，因为我在教育委员会，我们很希望说未来我们国内的这种人才需求呢，由我们自己的好学校来训练，好不好？那不是请。次长承诺一下，未来我们是不是往高工的建教合作来发展？是不是请铁路局呢往这个方向来研议？现在铁路局现在已经往这边了，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初步的答案？一个月后，一个什么？一个月后告诉我们研议的结果，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好。现在请林代化委员，林代化委员，林代化委员不在。现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现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现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现在请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不在。现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现在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现在请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现在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现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现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现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在请徐委员真位发言。主席好，麻烦请我们劳动部麦克风。主席好，麻烦请劳动部。请劳动部防护司长。副司长您好。是，我想今天一整天大概您大概很清闲哦，没有人问到你。是，好，这个我们秋节的时候，这个我们工会哦有这个在火车站静坐嘛。是，其实原因也是因为工时的关系，还有这个人力不足，然后所以他们这个真的是太过劳累，所以在对于这个劳工的诉求的部分提出了一些好这个想法哈。那这样子他提出的这个诉求哦，我不晓得您了不了解工会提出的三大诉求。这个身为我们这个劳动部也是劳工的靠山大家长的部分，您对于台铁哈，我们提出的工会三大诉求的部分您怎么看？报告主席委员，这个我们员工啊，这个人力严重的不足，当然是我们台铁的部分哦。这个从77年员工从2.3万到现在1.3万，但是他人力减少了，减少几乎一半，但是他的运物量、运输量是整个是大幅的提升，好，从1.2亿人哈人次到现在是2.3亿人次，是一年哦，所以这个部分。人力的短缩，然后运输量的大增，所以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我们劳工的这个工时过长？当然，刚才这个我们钟嘉宾委员有提过，完全没有劳基的问题。但是以这样的数据的考量，我们身为劳动部有没有了解？有没有去了解为什么现在少了10,000人？但是它的运输量这么大，然后我们的劳工要提出他的三大诉求。报告委员，那有关这个劳工团体这边提出来的这些诉求，大概我们都有进一步去了解到。那有关那个例假的部分，那
其实在例假的安排原则是希望是一个完整的例日，那当然会让劳工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比较真正获得一个休息的情况。但是因为事实上在轮班的情况下那有昼夜轮班的情况，其实常常不能够以一个0到24点来做一个整个例假的安排。这个本席在这里这样讲哈，这个台铁有三班制，是从民国77年好到现在，他们有一个团体契约，好，所以呢，当时是照当时的状况是23000人，然后现在缩减到13000人，好，这个面对人力的腰斩，但服务量的增加，所以这个30年的这个班勤的制度有没有要重新检讨和议定的必要？因为它是三班制，有没有必要把它变成四班制？那这个四班制会不会变成你人员的部分就要补上更多？我们的这个，跟委员报告，也有委员关心的，确实哈，这个三班制虽然是行之有年了哈，是，但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呢，他比较注重生活品质，那么他希望有一个完整的休假，所以这个事情，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是，那把相关的主管、员工都请进来，那么大家共同讨论，我们也希望哈，在3个月之内能够定出一些符合法令也符合我们业务的需要，同时员工也能够接受的一种排班制度，那么这才有办法去做一些人力的调整。所以您现在已经组了专案小组，对于三班制要转成四班制，还是符合我们的任何立场？现在我们目前是有2种排班，一种是三班，一种叫 AB 班。AB 班。对，那他们现在员工这次有提出另外一些诉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纳进来一起做个讨论，也许将来会不止一种排班方式啊，那要看到我们还有一个营运的特性，一些业务需要，在一些人力上的调配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尽快能够讨论出一个答案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希望的诉求是勤六休一嘛，而不是什么日夜休、日夜休例嘛。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七休一这个事情是一回事。不是七休一，勤六休一。哦，他现在另外有个诉求，就是他希望日夜休、日夜休，然后一个例。对，例假日。这就刚刚说到这个会牵涉到一个工时的，因为他现在周工时必须要满40个小时。是。等等，那这样子后，他的延长工时的那个领取的改变啊，包括我的人力调配等等，都需要做一个充分讨论。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加班费的合理计算和发放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这个工会会觉得这个部分是不合理的呢？这个东西就是刚刚委员有提到，这个当年在实施三班制，其实有经过工会协商的啊。那么这个东西有一个来由的了哈。基本上现在的那个算法是符合法令规定的，不过员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好像因为今年的劳基法有一个修正的，因为他周工时修成40小时的，所以他认为这个部分有一点已经不符了。对啊，所以你用了30年前的这个约定的契约，然后到现在还在用，所以是的确是要有检讨的空间，也我们劳动部应该要给予最大的支持吧？会吗？会给予最大的支持哈。对，因为在您看我们在105年今年的铁路的意外是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人为的疏失的部分，那人为的疏失，你在人的部分现在减少了几乎10000人，所以是不是因为他们太累了？另外，我们基本像司机员还有巡轨员的部分，其实基本的养成它是需要有时间的，而不是考试进来了他马上可以上线。所以这个是师傅在带徒弟，3到5年一定要养成时间。那这个部分，我们对这个部分的培养，您如何？这个真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检讨整个训练的方法、训练的内容啊，希望能够加速让员工取得他应该有的一些专业技能。是好，还有就是谢谢啊，谢谢对于花东的部分了、啊，我们铁路实在是非常的帮忙，尤其是在假日部分，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班次能给予加班，以及给予这个县政府增这个返乡专车的部分，还有实名制的部分。但是再还是强调，为什么好这个秒杀10分钟秒杀我们的这个实名制的部分、火车票的部分10分钟秒杀，再就显示我们现在如果铁路不改善，我们七堵段不改善，还有我们的3轨4轨不改善。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哦，除了硬体的部分，还有我们人事的部分，真的要给我们这铁路局加点力，真的要加油，好吗？
好，谢谢您，谢谢。现在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现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现在请高路仪用委员，高路仪用委员，高路仪用委员不在。现在请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不在。现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现在请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蔡逸宇委员不在。现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现在请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现在请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现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现在请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不在。现在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现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现在请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现在请李红军委员，李红军委员，李红军委员不在。现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作以下处理：委员周春明、黄昭顺、李红军、江启臣、许正卫、严宽恒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今天的会议，做如下的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在这边也要要求交通部及台铁局针对排班以及台铁员工的权益必须要与台铁工会以及台铁产业工会以及火联会我们所有的台铁员工兄弟们来密切的协商讨论也请工会，我们台铁工会以及台铁产业工会提出版本，能够跟台铁来共同协商以及讨论有关于我们台铁员工排班以及相关权益的问题我们一再的重申，交通委员会会严格的督促，希望能够落实对于台铁员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及基本权利之保障，也希望对于大众的旅游安全有最基本的坚持，以及相关的对于大众运输服务的顺畅维持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希望能够创造三赢的一个局面。那么我们今天开会到这边，散会。真的，你要给我。好，总委员在刚刚在念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我们再给总委员六分钟的时间。好，谢谢，谢谢麦克风。感谢主席给我这个时间。其实刚刚主席已经做完一个决议，大概交通部现在面临的不只是一个台铁的问题，那最近的一些的劳资争议都跟交通部有关中发行，那现在面对的是相关的工会来对内部你这边可能要相对因应去做处理，那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于你落差的问题，同样在一间台铁来对，为什么落差有这么大，同样在发行来对也有个落差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个，你们交通部就是要尽快做回应，这主要是人力的问题，你怎么去补充？就像刚主席特别也提到，那这些的员工的负担你要怎么去减轻？你人力的不足从尤其是台铁，我看这几天他的台铁的人力的比跟他的工作量确实差异蛮大的，
那这一部分可能要特别请交通部这边要尽速去做一个回应跟改善，那包括员工的一个待遇的问题，那包括重新要去检讨排班啦。你要排班的问题就牵扯到人力的问题，你这人力的问题的不足的部分，在现阶段你不可能一下子招足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那个排班表你一定要去重新去做一个检讨，这样可能会对于不管是台铁工会，不管在火联会也好，或者企业工会或者产业工会，他们现在台铁的工会这 三个不同的一个团体他们相对的不同样的主张跟意见，那交通部可能要尽速去做回应，因为虽然你中秋节的连假的部分虽然已经解决你，但是你后续的问题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要去做后续的处理，包括华航职业工会他现在也跟地方政府到底他是以团体协议的约束，还是说是当时的约束就是视同团体协约，那这一部分交通部可能要跟华航这边怎么去做相关法律的厘清。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双方已经定在，尤其是在请部长副部长你要特别注意到，他是在劳动部里面在部长劳动部部长里面签订的一个协议要不要请次长说明？你是认为说在劳动部里面，在劳动部长里面签订的一个协议，你认为合不合法？那请次长说明一下。我想这一部分是团体协议还是一个协议啦哈？这的确是当时他们在谈判过程在里，现在讲华航嘛哈。对，我现在是问你，现在争议点出来了。因为当时在里面是劳动部的部长，还有次长，还有这个包括那个空员的产业工会。那这一部分就是要去到底是协议还是协约哈？协约就是有法定的地位。那这一部分目前华航给我讲是，他是觉得是协议啊，他不是协约。华航目前是这样回应给我。那你认为那个是协约还是协议？我要看他们当时里面怎么谈。不是当时里面的这么谈，是在一个劳动部部长面前大家谈成的一个合议啊。那如果以后我跟你谈，台铁工会如果以后跟你谈出来，你跑出来跟我讲说那是协议，不是团体协约。这个因为细节我现在是这样哈，那个华航的董事长现在在东京，他离职。我现在不管他就人在哪里，只是这个协议，他现在认为说这个是协议，不是团体协约。那团体协约的变更的话，团体协约的变更是有双方有另外一方的主张去同意要不要去改变他的团体协约的内涵。那是有强制性的嘛？对对对。那当时在里面的谈判出来的一个结果，你认为没有约束性，没有强制性，所以让他们继续争议发生，然后把这个问题丢给桃园市政府，让桃园市政府去摸内修。这个不是交通部应该有的态度吧？没有，因为华航毕竟是你在管理的啊。那这样好，里面如果有承诺写下来，他们有写下来嘛？那个就是以这个华航来看，他们就按照当时所写的东西。但是要不要订协议，这个是在华航来跟这个空委产业工会来谈这部分。回忆说他们写的东西不能说不承认的，但是要不要变成一个协议这部分哈？我是不是等那个他们董事长回来，全部回来再谈，他们谈一下。副部长。你政策了哈，你既然说那是一个协议，是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协议，本来就是要去遵守的嘛。对，啊，要遵守，当然你就是照那个遵守走嘛。至于未来的团体协议要不要把它加进去，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面。对，我现在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会跟你讲说，既然是这有两个层次面，第一个先他们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嘛。对对。好，那至于未来要不要再纳进团体协议来，这是另外由职业工会再跟华航这边来去签团体协议嘛。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把它分成两个层次去看。但是你现在华航公司是把它搞成说这不是团体协议，所以之前的协议他认为有争议。没有，我想这一部分还是
这部分是不是我再多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没关系，我只是把问题丢出来。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说我跟你谈完之后的协议变成是无效，又要回到团体协议。那我也想请问交通部，你底下有几家公司有签团体协议的？台湾有几家签团体协议的？所以为什么劳动部一直在鼓励签团体协议？那团体协议为什么有约束性？当一方提出的时候，但是你要签团体协议，又必须要筹组工会。当然，底下公家这种劳动法令可能太长，但是我只是要特别提醒政策啊。是。那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你不能让地方政府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地方政府他没有去参与到当天在劳动部的谈判啊。不是，可是劳工局还是要管吧，不能说不管。劳工局因为他他是因为职业工会是在台欧园市登记的嘛，是啊，他是要管，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的签订的协议，你突然跑出来丢出来，你法案公司丢出来说这不是团体协议，所以我不予承认。这让他那些处理了。黄有没有否认这件事？我再了解一下。好，那我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有签就是要认了。好，然后后面要不要协议是第二件事，这样是。不，你签完就是同意，至于未来要不要纳进来，是另外一个层次面。好，各位，好，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多谢。好，先谢谢。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因为所有的报告及询答都已经完毕再次宣布散会。这个有放到。Yeah.